1112年岁次癸卯年正月初五日，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，立法委员陈婉蕙，台南市党部主委林彦良莅临四点大天后宫，参拜天上圣母，行三献礼，典礼开始，民众就响。臣弟恭向天上圣母及列位尊神行三鞠躬礼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行三献礼，请柯文哲主席向前一步，献花。献佛，拜，请收献。臣弟再向天上圣母及六位尊神行最敬礼，一鞠躬，礼成。